大家可以看到了，虽然呢是这个负的，但是有延迟，也就是说这个节点依然是正常可以使用的啊。还有4000多 K， 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把它切换到4K 再来看一下。好，切换到4K 之后呢，直接有5000多 K， 现在是10000多 K 啊，也就是说这个节点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快，Hello， 各位小伙伴，欢迎大家来到我们频道，我是爱吃辣条的小强。今天呢是元旦，在这里呢祝小伙伴们元旦快乐，新年暴富。本期的视频呢，主要来跟小伙伴分享一下我们12月的优质免费节点。像我们这个免费节点每天都会更新，有需要的小伙伴每天都可以到我们视频下方评论区的顶着连接去下载。由于是敏感资源，所以说呢，我们设成这个加密压缩包，小伙伴只要输入节点密码就会打开我们的节点文件了。节点密码呢，在我们的视频中会有语音提示，请小伙伴认真观看，不要快进。小伙伴输入节点密码之后呢，就会打开我们的这个节点文件了。在这里呢，我们提供了这个节点，小伙伴可以直接全选导入我们的翻墙软件，或者呢使用我们的订阅连接。在这里呢，我们提供了这个 WeToWay 的订阅连接，还有我们新 Board， 还有我们 Clash 的订阅连接。这下面两个短连接有时候有可能会格式不支持啊，小伙伴可以自行切换内核，如果实在不行就直接使用我们的 WeToWay 订阅连接。我们的 WeToWay 订阅连接呢支持的比较广啊，很多小伙伴都使用这一款，我们就以这个作为这演示。小伙伴复制这个订阅连接，然后打开我们的这个翻墙软件，然后呢可以添加，然后添加这个别名，粘贴上我们的地址就可以了。在这里呢我已经创建，我也就不过多的演示了。小伙伴可以直接打开这个订阅分组，然后订阅分组是指找到我们刚刚的这个订阅连接，然后把这个订阅连接粘贴上去。然后在这里可以设置更新时间，你要一个小时更新一次，或者一天都可以随便试，然后点击确定就可以了。然后呢可以点击通过代理更新或者不通过代理更新，如果不通过代理更新失败的话呢，就选择通过代理更新就可以了。由于时间问题啊，在这里我已经导入并且进行测速了啊，由于节点比较多，我就选取部分的节点作为这个测试演示。小伙伴可以看到我们测试的速度呢还是比较快的，有34兆、35兆。部分节点如果小伙伴没办法检测出它的这个速度的话呢，也可以全选之后呢进行这个真连接延迟的测试，都是可以的。关于这个速度无法测速的话呢，小伙伴也可以去看一下，我们会有这个相关教程，我已经放到视频下方的评论区顶着。好，下面呢我们随便选择一个节点的连接，像看速度虽然比较快，但是延迟比较低的话呢，证明这个有可能不太稳定，我们也可以选择延迟较低的。好，我们选择这个节点。好，我们来打开我们的 4K 视频进行实测。我们打开播放列表，找到我们自己录制的 4K 视频，为了避免这个版权啊，我们都是用自己的 4K 视频进行实测的。我们可以看到一点击播放啊，目前有4000多万 K， 免费的节点能有这样也是比较不错了啊。默认呢是 4K 还是不错，现在是6000多 K 啊，非常不错。我们来看一下啊，快进也是比较流畅的啊，没有丝毫卡顿。像基本上有1000多 K 以上呢，看 8K 视频都是轻轻松松了啊。现在呢一直还在加速，现在是1000多 K 了，9000多 K 了。免费的节点能这样啊，确实是不错了，但是毕竟是免费的节点啊，建议小伙伴仅供备份使用。好，我们再切换其他节点试一下。在这里呢我建议小伙伴还是看这种延迟吧，因为速度有可能不太准确，但是延迟会比这个速度比较准确一点。我们再选择这个50的。好，我们刷新一下。好，刷新之后呢也是马上播放。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就比较慢了，我们来看一下它的画质，默认呢是 4K。 好，现在这个节点不太稳定啊，延迟虽然低但是看起来还是比较卡顿。
啊，没关系，毕竟节点比较多，小伙伴可以随意去切换其他的节点，我们可以找一个比较快的。好像现在的这个速度呢是35的，但是延迟是比较高的，我们来测试一下。好，我们刷新一下。好，播放也是非常流畅，我们再看一下，也是1000多K 而已，我们来看一下。好，我们把它切换到 4K 看一下。好，切换到 4K 之后呢，马上就有2000多K 了，好，7000多K， 也就是说这个节点也是比较不错啊。在这里呢，节点比较多，我们也就不过多的测试了。部分节点呢，像测试是负一，但实际上是有延迟的，也就是说这个节点还是可以使用的，我们可以试一下啊。注意密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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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密码。好，大家可以看到了，虽然呢是这个负的，但是有延迟，也就是说这个节点依然是正常可以使用的。啊，还有4000多K， 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把它切换到4K 再来看一下。好，切换到 4K 之后呢，直接有5000多K， 现在是10000多K 啊，也就是说这个节点还是比较不错的啊，快进呢也是非常的流畅。好，由于节点比较多，我们也就不过多的这个演示了，现在呢是40000多K 了啊，像这个负一的节点能有40000多K， 那就比较不错了。好，我们本期的分享呢就简单分享到这里啊，有需要的小伙伴呢可以看一下视频评论区定制的这个连接去进行下载。小伙伴还有其他问题或者建议，也欢迎在评论区进行留言。我们下个视频再见，拜拜。